国民党嘉义市党部第73期中正奖学金颁奖典礼，今仔日伫市党部举行，总共有18位大学同学获奖，每人奖助学金10,000元，包括嘉义市长洪炳辉、议员张秀华、陈嘉平，拢亲自到场来勉励受奖的同学，伫学业上努力前进，将来伫社会有成就了后，也会当回馈社会，帮助别人。选择过年前颁发奖学金，让领到的学生会使安心就学。国民党嘉义市党部第73期中正奖学金颁奖典礼，6月6日上午伫嘉义市党部举行，总共有18位大学生获奖，每人10,000元，包括嘉义市长洪炳辉、议员张秀华、陈嘉平拢亲自到场，勉励受奖同学。希望大家把正派、善良的力量传播到每个地方，在你自己放下了一颗种子。你就有更好、更多的能量，对自己好，对社会更好，对整个未来的孩子会更好。这是我们一起参与的人共同的祝福、共同的期待。最后再一次的感恩，真的感恩我们所有的力量，善良、正派的力量全部都在这里。我们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更顺利，新的一年更如意。该市党部主委蔡明显特别感谢社会各界捐款，其中包括30年前发起奖学金的公益人士，也有计划山地上岸、该市民众服务社等各界人士的赞助。我们的李水木、李召集人在38、39年前有感于此，就提倡了：我们是不是来办理一个奖学金，针对大专院校的同学，每一个学期资助一些金额，让他们不至于在求学的路上有所遗憾，还是中断，耽误了他们前程的一个发展。我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要感受到我们社会上各界，事实上有许多人都默默的在关心里面。关心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茁壮，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你要更加的努力。第74期中正奖学金为6月底开始受理申请，若是涉及第届市学业成绩70分、超分成绩80分的亲函大学生，拢会使申请。有意愿者会使向国民党该市党部索取申请办法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